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是中国最繁忙的民用机场，每日有近2000架飞机从这里起飞。在75%的飞机上都能看到标有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标签的食品。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是首都机场最大的航空食品供应商，日均配餐量超过10万份，为50多家国内外航空公司提供配餐服务。或许很少有人知道，正是这家企业拉开了中国合资企业的序幕，也将一位香港女子武淑清推上了历史的舞台。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随后双方商定将于1981年初开通首条中美航线，但当时一个问题难住了国家民航局。因为当时欧美被飞过来，他们对民航局提出个要求说，你没有航空配餐呢，我们的飞机不可能到北京着陆。所以邓小平先生就要求民航局局长说，无论如何1980年5月1日一定要做好配餐件。从1979年6月份呢，民航局局长就立刻要考虑怎么找到外商从外地来配合国家那个要求。爸爸也受到当时候社长新华社社长王康先生的邀请，说吴先生，我们希望你到北京谈谈可不可以做一点企业，做一点生意。武淑清的父亲武占德是香港餐饮企业美心集团的创始人，在他的眼中，到内地投资既是责任也是机遇。于是武占德将这份重任交到了武淑清手中。我就说没有问题，跑什么地方都无所谓，多学点东西嘛。如果是现在国家对外发展了，对外要开放了，一定要做好航空配餐呢，可以引进更多外商来投资，或者是航空事业是应该将来去配合国家发展的时候一个很需要做的事情。彼时的中国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在许多领域上无章可循，在没有任何先例的情况下，决定这次内地投资的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握手。79年，我就跟我父亲武占德先生到民航局省图局长的办公室跟他见面。当时他跟我爸爸谈说，老五大家都是中国人，因为现在我们的合资企业呢是第一次审查，所以委员会他们对很多内容呢还不是太敢批下来，因为考虑81年中美要通航，时间来不及。他说：“可不可以你先帮忙呢？先自己投500万港币作为你方的投资。”爸爸的是大概一分钟的说：“沈局长，我们都是海外回来的华侨，我们也希望看到国家好。”我爸爸说了一句话，我很记得清楚。他说：“我相信邓小平说。”先生说要改革开放呢，我们是要做的，所以就沈图局长跟我爸爸握握手。我们又没有签任何合同，他们民航局也没有给任何文字的信给我们，我们就是大家是一言为定。资金落实后，武淑清依旧频繁地往返于香港和北京，为合资企业的建设倾心尽力，订购设备、运输器材、厂房改造、人员培训、制定条例规则。不到半年的时间，一个现代化的航食企业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旁已然成型。但此时，由于内地从未有创办合资企业的先例，许可证迟迟未能发出。为了解决难题，当时的民航局局长沈图只得直接请示邓小平。他就跟邓小平先生报告说，现在我们的企业呢已经开始安装，已经找了港商合作合资，但是现在呢批准的手续还没拿下来。邓小平先生问沈图说，那你香港的合作人懂不懂得做面包？因为邓小平先生觉得坐飞机上如果面包做不好呢，就是
就影响很大的。所以沈图先生跟他报告说，卜先生在香港去做餐厅的，做面包没问题。然后邓小平先生的通知卜先啊，沈图先生说你快点去拿下来嘛。所以沈图局长就回到国务院给他们报告，给那个古穆先生副总理他们批了以后，所有管理委员会的人都批下来。在各方的通力合作下，1980年5月1日，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为中国首家合资企业，合资企业许可证的编号为第1号。武淑清也因此被称为001小姐。然而背上这个称号一点儿都不轻松。当时候因为我们的中方后来派来的民航局派来的董事长也觉得是不是跟资本家做生意是不是很危险，我们的觉得我们用我们的行动来证明我们不是资本家嘛，我们是投资者，我们是企业家，我们不是资本家。我们引进了当时候国际上用的会计制度给他们，我们引进了工厂管理的方法，还引进国际标准的卫生厨房的设备，也通过香港引进现代化的厨房设备，将所有我们1979年、1980年的企业管理企业的要求的卫生厨房的设备所有都引进给他们。1978年至今，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也从刚成立时的30几人发展成为一个拥有近3000名员工、世界级航食企业。我觉得一生人最高兴的事情就是可以配合国家的改革开放，达到了国际标准，也为国家做了一个比较我觉得一生人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中人不可能给人家瞧不起自己，黄皮肤的人都应该走向跟全球跟大家共同平等互利，大家可以共同配合做事情。从创办第1家合资企业到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将外资引进来，武淑清始终心系国家，着眼未来。在已经到来的新时代，武淑清没有停下来，对于改革开放的认识仍不断随着时代发展而进步。要继续开放，要提高自己的标准，要考虑未来发展的时候我们的标准提高了国际更高的水平。整个国家我觉得现在从教育方面，从我们的理念方面，从人才培训方面，这个要考虑好。大湾区也好，什么那个长三角也好，什么都是一样。40年砥砺奋进，40年并肩前行，武淑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亲历者、见证者、受惠者。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也成就了001小姐的传奇。一个是当时候第11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先生他们在京西宾馆嘛，没有敲定改革开放呢。我就从来没有机会跑到内地，也可能我在香港就是比较是很简单的生活，还是他给我有一个很难得的挑战自己的机会，改变我一生人自己的方向。